平常我在跟很多癌症病友在分享，大部分都讲一些癌症饮食，还有最特别的，我在慈济都是讲什么减重饮食，尤其是乳癌的患者，他们的乳癌患者都胖胖的好可爱哦，表示营养吃得很好，所以就说营养师你来帮我们教减重。好，那今天来到我们这美丽人生呢比较特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陈医师的领导之下，各位其实都复原得很好。那很好之后，我们要走更长远的路，我们要怎么样会更好呢？除了雅婷的养生餐之外呢的介绍，我们还要来讲一个，现在国民饮食呢提倡了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吃太油了，那他就想说，好，既然你要吃这么油，那你要油得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吃一个什么东西叫坚果哈，所以呢我们每日一坚果，天天好坚持呐哈。好，那今天要开始开快车咯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每日饮食指南，正常的我们六大类食物都要摄取到，还有最重要，刚刚雅婷有讲到一定要多摄取什么水，对不对？请问每公斤几 cc？ 哎呦，很好，有认真听。好，来，没有睡着哈。好，来来，请看一下这个油脂。油脂呢，其实我们每天要摄取3到7汤匙，但是其中有一份是要坚果。各位知道什么是坚果吗？知道吗？哈，什么名字？核桃。核桃。腰果。很好，好。那事实上为什么要吃坚果？是安怎爱吃这个？为什么啊？因为过年到了要喝茶，所以要配坚果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哈。好，事实上坚果呢，诶，其实以前大家可能对坚果不是很认识，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，其实坚果呢它是用一个壳果，那事实上它大部分都是什么种子，诶，又生一张出来那种东西叫坚果，而且它会非常的油。为什么要油？因为你今天一个小生命要出来，需不需要能量？油脂的能量是最高的哈，所以呢它就非常的油，所以它归于油脂。但是呢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，所以呢它称为什么最健康的零食，或甚至是什么黄金果实哈。那其实一般我们看到的坚果分两种哦，一种是树坚果，一个是种子。种子就是 SNG 长出来的，像花生、葵瓜子、南瓜子等等的。那刚刚各位讲的大部分都是什么树坚果哈，就是你看到的杏仁啊、核桃啦、榛果、松子，这些的都是属于树坚果。好，那坚果有什么好处？刚刚有仔细听的时候，雅婷有讲到 Omega 3脂肪酸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多摄取。可是各位刚刚有想到深海鱼不敢吃怎么办？有一个东西啊，就是像 Omega 3在我们的核桃腰果里面其实就有了。有些吃素的人不能吃鱼怎么办啊？差嘛差嘛，我做化疗的时候就没有 Omega 3怎么办？我要给那你来加这个腰果或是核桃。除此之外呢，它不是只有油，所以它含有一些除了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呢，还有蛋白质，还有矿物质，还有维生素，好，这些都非常好的，甚至有膳食纤维。那事实上呢，坚果它虽然热量高，可是呢，它在这个高热量的时候呢，它又比一般油脂，我们吃到的这个油脂少一点点热量，所以呢，有些减重的人呢，当你要去，比如说你要吃花生油啊，去炒菜的时候，你把花生油，把你的大豆油减少，反而来吃这个坚果，对你的身体又更健康，热量又更少，哈，就可以达到变瘦身的一个效果。那一大家就会讲，营养师，你刚刚讲每日一坚果嘛，请问一坚果是多少？哎，各位，这是重点哦，千万不要一包万岁牌给我打开，然后一口气吃光光，那包准我们下一堂课是上减肥课，哈，就不是要吃健康了哈，是上减肥课。一份坚果，来看一下开心果，各位刚刚有没有吃到一小包一小包？那个就是一份坚果，哈，每个人嘴巴都打开，哈，跟他安内哦。昨天去上课，那个老人说，营养师那我抠脸，啊，我一把抓，就超过那些克数啦，怎么办？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没有关系，以后买了坚果时候，请几个姐妹一起来，打开的时候每个人数完，还要花点时间数，数完之后把它封起来，才开始吃，泡一杯茶才开始吃，不可以自己享用，好，不能独乐乐，要众乐乐，知道吗？来看一下有几颗火山豆，3.5颗，好，3.5颗苗苗哈。
好，开心果八颗啊，花生卡贼嘞，可是花生不能油炸的哈，要水煮的或干炒的。好，大概将近20颗卡贼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觉得看到数量这么少不满足，没关系，吃一种东西叫做松子，因为一做碎料呗，哈，所以它可以让你吃到30几颗，有没有比较满足一点点？哈哈，好，那这个开心果，好、哦，大概15颗左右，哈啊，因为开心果还不错，是你还要多剥壳这个动作，好，所以呢会花一点时间，吃起来会比较有满足感，哈，所以一份坚果有多少？就这么一点点啊。那坚果有四君子，好，哪四君子呢？我们来快速看一下杏仁。那杏仁其实啊，哈，你要去吃这些东西，有的人就会泡早餐泡什么杏仁茶，但是你可以泡杏仁茶，不可以泡什么？加糖，好，不可以加糖。那杏仁有什么好处？它除了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呢，钙可以防止我们骨质疏松，好，那还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，甚至还可以什么呢？还有一个福西安，它可以安定我们的大脑神经，好，改善我们的睡眠。除了刚刚我们的舒眠茶以外，也可以使用这个东西。还有它有维他命 E， 只要有维他命 E， 抗氧化、抗老化都可以顺便抗癌，哈。那再来，硒可以帮助我们排出重金属，好，抑制我们细胞癌病变。好，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腰果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提醒各位，吃杏仁不要给我去吃这个东西哦，哈。我每一个坚果都可以列出一个东西，就是不能这样去吃，不要给我吃杏仁瓦片，好，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，哈，因为下一堂课也要上减肥课，哈，来，腰果，哦，腰果就很棒，刚刚有讲到，如果你没有吃到，没办法吃深海鱼的话，或者是你担心重金属的话，那你就来吃腰果。腰果除了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，还有 B1 可以补充体力，甚至还有维他命 A 可以让我们的气色变好，哈。那还有一个，它的铁是非常丰富的，好，如果说我们做治疗过程中有贫血缺铁的状况，其实可以多吃一些腰果，好，那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矿物质，好，都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、抗衰老，甚至抗肿瘤，好，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很好的选择，所以它是四君子之一的腰果。各位，腰果它以前小时候就是长这样，很可爱吧，我也是第一次看过，好，那真正的食物我没看过哈。那腰果就是一颗，我们通常看到都是半颗，好，那千万不要给我吃腰果塔，好，不要跟我说营养师你刚刚有说可以7颗，所以我就叠了7颗，然后顺便把下面给吃掉，好，好，再来核桃。核桃是一个很特别，因为它也有富含我们 Omega 3的一个脂肪酸，好，也有抗发炎的作用。那它还有植物库存，可以帮我们降低什么胆固醇？因为我们大概如果过了更年期之后，就有什么问题，胆固醇的问题。好，那这个核桃有帮助我们可以来降低胆固醇。再来呢，它还有这个磷脂质三酸，最主要是什么？哎呀，老了记忆力变差了，好。或者是说啊，上了年纪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，医生讲什么就进去，然后马上就忘记了。好，海螺到家就啊，刚陈医师公散，唔知。好，所以记得回家要补充什么核桃，有没有像我们的大脑，有吧？吃脑补脑嘛，哈。那软磷脂还可以预防什么失智？好，我们的阿兹海默症，哈。但是吃核桃呢，也不要去给我蜜一下蜂糖，好，那就是热量过高了哈。好，再来一个榛果，榛果大家比较少看，但是我想各位都吃过金沙巧克力，有没有？里面那一颗就是榛果，但是我是叫你吃榛果，不是叫你吃金沙巧克力，所以只能把它挖出来吃，巧克力交给孙子吃哈。好，再来呢，它含有维他命 E， 还有叶酸，其实是怀孕孕妇体内可以帮助胎儿更健康，好，那它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还有蛋白质跟钾跟钙的一个良好的来源，这些四个就是坚果四君子哈。好，接下来营养师讲这么好，可是市面上坚果百百种，要怎么挑呢？第一个，一定要密封完整，清楚标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它含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，不饱和脂肪酸，如果你没有封密完整的话，它只要受到氧化，它就会腐败，就会有所谓的油耗味，所以一定要买封密封好的。还有各位，请问你家的坚果放在哪里？
罐子里。好，按其他的嘞。冰箱谁？哦，对，聪明，就是要放冰箱哈，要放冰箱。对，因为你没有放冰箱，现在的温度还有现在的空气，很容易就让你腐败。你吃进去没有帮助你的身体更健康，只会让你血管塞得更快。好，所以记得要放冰箱。好，再来敲的话，以原色为主，但是不能太白。如果过于洁白，其实就漂白。我们有一个传统，就喜欢买白白干净的东西，但我们是都忘了，其实很多食品的原色就不是白色，你硬是它要白，可是商人为了赚你钱，他只好去漂白。那你吃到的不是这个东西，而是吃到了漂白剂哈。所以记得要买原色的。还有呢，那个要饱满的形状，要饱满，像开心果，不要去找那个壳是 kiki 露露的，好，要很光滑、很饱满的，不要壳很大，然后里面碎碎的吧，那种哎，还营养不良哎，那个就是不好的。好，不好的种子不要吃，它自己都长不大了，你吃进去会有营养吗？不会有营养的哈。好，然后表面呢无虫蛀的、斑点的是比较好的。再来呢，先闻后咬，如果有刺鼻的味道，那个就不要买，因为一定都有特殊加工添加物。好，那我们尽量以它其实好的坚果，但有淡淡的清香，而且你吃起来是有一点清甜的。好，清甜的，这就是好的坚果，不会有什么油耗味，而且咬起来是有脆度的，有脆度，不是那个愣愣。好，就然后你指甲一戳就下去的那种，那个都是不好的，都是已经很久的或是氧化过后的。那最重要的来了，低温要怎么处理？一般来讲有三种处理方式，一个是低温烘焙，像我们刚刚吃的那就是低温烘焙，还有高温烘焙、高温油炸。那事实上呢，高温烘焙100°C 以上，事实上这些有些营养成分都被破坏掉。我们刚刚有讲到里面有蛋白质，其实事实上蛋白质就会被破坏掉了。那高温油炸会有一些脂肪酸被，因为它都是不饱和脂肪酸，你高温油炸之后它很容易氧化，所以其实这两个方式都不好。我们建议有什么呢？低温烘焙控制在35°C 以下，慢慢的去烤，慢慢的去烤，烤到它熟为止。好，然后烤完之后放凉了之后放冰箱。可不可以加盐巴？可不可以加蜂糖？对，好，吃原味的才会健康。所以呢，天然原味的雄厚，市面上加糖、加盐、加香料、加色素、加防腐剂，加越多你就毒越多。好，虽然我们现在吸空气也是毒，但是我们不要再吃那么毒。好，因为我们的肾脏只有两颗，有机跟它能量瓜哪好人心是猜测的，瓜哪不好人心欧白，告诉你油剂哪不好，零七马西欧贝哈，所以呢，要顾我们的肾脏，不要吃那么多毒哈。所以呢，来，以前只是偶尔吃，现在应该要天天吃，以后呢，要记得持续吃。好，我的介绍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各位。